我找不到我车，我忘了停哪了。啊，骡子怎么写？骡，你说你的姓啊？你是谁？你跑到我们家来干什么？喂，出去！我是你儿子哎！你胡说八道！你每天在你家像一个佣人一样。他是你爸爸，也不是我。好，对不起。看清楚我好不好？你看清楚我，我不是老赵，我是你儿子，仲宁啊！哎，仲宁啊！我觉得你的小儿子应该就活在那个书里面就好了，他永远不要长大就好了。